你知道 AI 也可以帮忙养鱼了吗？来自台湾的丰鱼水产这次带来超酷的科技应用，智慧无人养殖船。这艘无人船不仅能自动导航，还能精确定点撒料。接下来我们请许宏德先生来分享无人船的功能。大家好，今天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丰鱼无人养殖船。首先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呢是我们的饲料仓，这一段呢是我们的电控箱。那当它两个组合起来的时候，就是一台完整的船只。一般的渔民啊，它不会单单只有一个渔温，它可能会有两三个。那如果我们做成模组化的话，它其实就可以省下超过一半的采购费用。那它不只可以撒饲料、撒粉剂，它也可以撒药水。它的优势就是说，它除了电控箱、饲料箱、撒料盘之外，它还有随意增加需求的模组，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做水质监测或水下摄影都可以。那我们会看到整个台湾西半部养殖的方式都是靠竹筏，那如果你今天使用无人船的话，它可以轻松的使用导航的方式协助它完成它一天的工作，十分的方便。谢谢许宏德先生的分享。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智慧养殖的创新技术，我们在 WEF 展等你来哦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